从我开始选举以后，赖清德常常抄袭我的政见了、巴士量表免了吧，老人健保免费，医务人员加薪，连陆客开放他也对你走、我就去感觉说、你如果八年不做、弄不做就换我来做就好了，你就要再抄我、现在连用人为财也要抄我。我很清楚我会完成政党轮替，组成联合内阁，有钱有责，换一个公平正义、和平尊严、清廉勤政的国民党，跟所有有志之士的人，大家一起来改变台湾，让台湾未来更好。像昨天韩市长喊出说，柯文哲像空气枪一样不会赢哦，然后更呼吁这个柯文哲的支持者把选票留给侯康。不过柯文哲今天早上就回应说，韩国瑜是受到压力配合气爆。那因为韩国瑜私底下刚刚说的不是这个样子，那蓝营现在是在操作要气波拉哥跟气爆吗？另外柯文哲昨天说猴子不是爬到树上屁股才红，那换国民党这只猴子爬到树上一样是屁股红的，那市长韩国瑜，我看攻击的代志哈。集中选票支持侯康配，然后把他内心的话要捍卫中华民国过台湾这个心情，这个代志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啦，尤其在造势场合我就听过两三次以上，所以韩国瑜的目标很清楚，要完成政党轮替，民主需要制衡。至于刚刚讲的要抹黑抹红，是伤害民主自由。在选举这个最重要的关键时刻，不需要做这些事情。我们还是大家面对事情，好好的集中选票支持侯康配，完成最后一里路政党轮替。